姐妹。现场的朋友，你们的掌声不要间断哦，我们要让幸福团队感受到大家的祝福。接下来为现场的朋友介绍的是我们今天的男方主婚人李爸爸，李妈妈进场。在今天最幸福的时刻，我们的主婚人呢代替着我们的新人步上会场，也在这边再一次的掌声欢迎。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最美丽的新娘子以及我们的双方父亲啊，来到了带领我们的新娘子呢步上幸福红毯。我们新娘子在女方主婚人的牵引之下即将来到新郎官的身边，现场的朋友你的掌声在哪里？接着我们的配画，在我们主婚人的牵引之下呢，将他的手交到新郎官的手上。我想大家一起见证最美丽的时刻，用你们的掌声祝福他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人进场。那我们的主婚人呢，走在新人的身后，意味着守护他们的爱情，也见证他们美丽的故事。现场朋友再次聆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人进场。新人，当然在今天呢，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的新郎官非常的帅气，我们的新娘子呢温柔婉约啊，这个都要承蒙上一代的啊这个传承，又有两基因。所以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来欢迎我们男女双方的主婚人，一起来步上我们的幸福舞台。现场的朋友，掌声来欢迎我们男女双方主婚人上台。在今天最幸福的时刻啊，你给男女熊盖面头的时阵，快点来带定玩玩一个人啊！现场的朋友，我需要大家一个啊热情圆满的掌声，送给我们台上幸福一家人，来掌声鼓励。谢谢，今天很感动哦，在这个大喜的日子。